叶轩啊，我系 Andy。咦 ，Andy， 我哋嚟到城门河，唔通你想带我睇龙舟？未到端午节喎，当然唔系啦。我记得你上次讲过，你有朋友想揾一个可以养到狗嘅三房单位啊嘛。今次我有好推介俾大家。咁我哋即刻出发啦 ，Let's go！濱景花園是由新鴻基地產發展興建而成，一共有五座，提供1148個單位。一入到嚟單位，左手邊就是廚房，見到業主悉心地打理廚房，保養得十分之整潔。今次介紹的是一個實用面積555呎的三房單位，由客廳望出去，還可以望到一個高層開揚的東南景觀。单位一共是三房一套，依家同大家一齐睇下啦。可以见到每一间睡房都市正实用，摆放完双人床同衣柜之后，都仲有空间可以走动。最后睇埋呢间主人套房，空间十分之宽敞，三边落床都绝对冇问题啊！主人套次设有浴缸，啱晒放工翻嚟中意浸浴嘅你啦。点啊 ，Hannah， 睇完个单位系咪觉得好实用呢？当然啦，因为呢度系沙田区数一数二，实用率高达80%嘅私人屋苑。不只是這樣，而我們今次介紹的這個單位還要是鳳凰樓層，景觀開揚，最重要最重要是可以做到高成數按揭添的。那就適合上門樓的你啦，如果你們都對這個單位有興趣，可以 WhatsApp 聯絡我們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